如果有多张船飞，你会唔会同我一齐走？所以我们现在到了是横店对吗？对。所以我们现在到横店，然后现在需要去办银行卡，因为如果你要办演员证，你先需要去办银行卡。所以我们到了中国银行。所以现在我们到横店演员中心，马上写完吧，要考试，然后参加培训，非常感兴趣，结果会怎么样？我是外国人，所以我不能去考，我不知道怎么去考，但是外国人去考演员证超级超级麻烦。我们现在去考试办演员证，过了。嗯。简单的一圈答题。好的，给。那我的信息录入了，先。先那个信息录入，然后再开始答题。对。什么时候开始考试？这个可以做几遍吗？对，先做到几遍为止。一遍不是专业接着做。这个基本上可以有点问题。我很可以分四科。你要分下都没考到就不错了。遇到看不好的，认真对待每一条。不是第二个。这是作弊吗 ？A few moments later。哦，我这样都我这样都85分。你没考过，没考过，没通过。重新来吧，重来，重来。太丢人。Much much later。赢了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全都是我已经九十五，九十五这么牛，这是你一辈子最好的成绩。一辈子最好的成绩。怎么样？培训期待吗？为什么？不想参加吗？我就想早点拿到我的演员证。那这个也算是要吃一点苦，你这样子怎么可以当演员啊？希望第一个考试考了95分，但是这个就是能进去里面的考试。现在要考主要的考试，然后如果他能通过这个考试的话，他还要进去培训。培训时间是大概1-2个小时左右。然后我也非常感兴趣，但是不能进去。而且刚才去参加这个课，或者去参加这个考试，可以看到主要是男的。各种年龄都有，大部分是年轻人，但是各种年龄都有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Soon after， 这边也可以的是吧？进去看看。哎，你好，问一下这边有那个日租房吗？日租房。对。日租房有的。是多少钱啊？就是如果我们住5天的话。日租房住5天，住什么样的房间？就一般的房间就行了。一般房间也100。Flashback。300块钱5天对吧？5天。18。1B38，那个上面写的呀。1B38是一天啊。哎，一天呀。嗯，一天。一天。是一天的日。End a flashback。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新房，我最喜欢我们的新床，就是按照我的风格选的。你居然喜欢这种风格？对呀，但是不是我选，是谢文文选，因为他知道我喜欢什么，可能太喜欢。不是，是因为这个。是因为这个租房只有这种风格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租房都是这种粉红色的风格，已经看了2-3家都是这样的。还有沙发，也挺适合，也可以睡觉，所以可以带朋友过来。你知道这个房间，你知道这个房间要多少钱吗？有点贵，但是还可以。一般横店的房子是大概400-1000块钱一个月。那这个是1000块钱的一个月吗？我们这个应该算比较贵的，可能要800块钱一个月吧，但是我们只租一周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是有钱人的一员。对，所以大概是，所以我们是按照每天的价格来租的。对呀、90块钱一天大概，很贵了已经，和其他的比。对啊，这是你选的。
那我其实想选前面那一套的，那一套更加真实。但是你居然嫌脏。现在已经6:07，我已经快要迟到了，因为6:20要到那。Hours later， 获得最佳女主角的是演员马佳，让我们恭喜演员马佳成为我们今晚的最佳女主角，恭喜！好，恭喜，再次恭喜二位，恭喜！是这样，今晚呢，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奖项要代表我们接下来产生啊，什么奖项呢？最具人气奖。好，接下来交给我们今晚最受欢迎人气演员嘉敏。好，授予最受欢迎人气权杖。来，朋友们，我们再次掌声，恭喜台下两位优秀的演员，恭喜他们。你觉得当演员怎么样？哦，太累了。我去演一个大头兵，那个衣服超级臭的，我穿上去以后早饭都要吐出来了。怎么和我当演员不一样？因为你是女明星，而我只是个跑龙套的。明星跟普通的群演之间当然差距非常大了。但是我觉得群演虽然辛苦吧，但是其实演戏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我在片场里面和很多人聊天，问他们为什么来横店，他们都说是为了一个演员梦。
那群演不是工资很低吗？其实群演最低的工资也有120一天，然后再加上管两顿饭，差不多可以算是180一天了。我觉得这个工资其实也不算低了。然后还有就是，如果他努力的提升自己的演技，还可以成为，还可以通过考试成为特约演员。如果成为特约演员的话，演一场戏就有500到1000这样的收入，其实还是非常高的。哇，这么高。对啊，很多成功的横漂都可以买得起横店的房子了。 OK， 视频先到这里，今天我们要离开横店了，然后不要忘记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拜拜。脑力耗尽需要睡眠，睡前30分钟来包梦梦水，放松心情，舒缓焦虑，帮助睡眠，让你睡得好，精神就好。充饱电再出发，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 567，还有主播出人物 CPI 444。